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的539会员们、读者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那么早上比较累，录影了很多，休息以后下午呢，台北美食啊社长下午茶的报道，在北门捷运站这家顶记牛肉面店，叫一个榨菜肉丝面疙瘩，榨菜肉丝面疙瘩，啊，这个是刚刚来这边啊，也常常来这边吃啊，他的鸡腿饭啊、鸡腿面都常常来吃。今天点的是榨菜肉丝面疙瘩，75块，我一天的费用都不超过300块，很少超过300块。一个礼拜去餐厅大概一次两次，啊，吃自助餐，吃个400多啊，就是这么样回事而已。生活单纯。各位会员，今天的牌子请安心使用。啊，早上我们关圣帝君面，啊，关圣帝君庙向关圣帝君祈求，冷淡巴帮我们连过三关，啊，应该没有问题，大家安心使用。啊，今天要给。种三次要给我吃红的钱。